今天是8月3号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海城，然后最近几天河北涿州洪灾的现象大家应该都看到了，就是牵动着每一个国民的心吧，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这个事儿。然后我们公司就是中孚穆勒，我们公司决定说也奉献出一点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帮助一下这个受灾的群众们。当然能力有限，我们身后这个车是刚刚我们雇的，我们一会儿装一些现在灾区需要的这种物资。但是我们目前就是联系到的这个志愿者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缺水，缺就是这种速食的食物，方便面呢，面包之类的。然后我们一点点去采购，我们一会儿采购完了直接上高速，今天晚上连夜到达涿州。方便面，装点那个干脆面，嗯，让他们能吃的，对，就是装点碗面能泡的，不需要热水。对对对，都拿一点，需要热水的不需要热水都拿一点。水呢，咱给他装一部分矿泉水，一部分甜水，考虑到有小孩有大人都能喝。对，啊，扣一个了。装不进门吗？到十一往后倒，真没有。车装满了，这个里面都是吃的，还有水。这个车先走，我们两个还得去买点其他的东西。今天早上我们在跟涿州当地的志愿者沟通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现在有一支救援队，他们现在紧缺的是什么？是拖鞋，他们的鞋在水里面趟着都趟坏了。然后他们说他们的队伍差不多200多人，我们现在去给他们买一部分的拖鞋。不能保证所有救援队全能穿上新鞋吧，我们尽我们的所能给他们买一部分新的。哎呀，我们等了1个小时，终于来了。大哥，人背号来拿这干活的，就像那有那么认真。这么多能干那啥吗？哎呀，是不好装啊，这能装下吗？那我就是完事呢，装不了。往后座上放。嗯，不行啊，这个车塞不进去，只能把箱子拆了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往里放。哎，我弄，这是乱了，不是你装不进去多少？这是女士的是吧？这是女士的，这是女士的啊。因为那个志愿者说，那个救援队也有女同志，然后买了一点女士的。这个车实在是能装的不多，我们买了200多双。不行，都拆开。不行，这里边拆开放满，然后那个座上面也拆开放，实在是拉不下。然后这个是男士的。只能是打伞。你打了，然后给上电，刚那个玻璃声音下来了。我们两个除了坐的位置，后边全是鞋。出发，河北涿州，600多公里。今天到估计也得半夜了，是吧？今天到得半夜了，得半夜了。然后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卸，今天不能卸就明天卸。行。现在是下午3:40，我们在京沈高速上堵车，这边还在扩建，我们也不知道今天什么时间能到。我们两个现在到了山海关服务区，现在是5点快6点了吧，快6点钟了。我们在这儿吃一口饭，然后等一等那个货车，我们再下来跟货车一起走。估计还有200多公里，不到300公里了吧，就能到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，
然后这个货车开的比较慢，京沈高速上又比较堵，所以这个车才到这儿。兄弟们，这能是压车吗？这能是压车吗？从这里再往下还有300多公里，我们就跟这个货车一块儿走，慢慢的走吧，不着急了。然后到了之后，估计就是晚上半夜了，估计也没有人能卸车了。我们看方不方便，地方就是近不近。如果地方近，就我们几个慢慢把车就卸了，也不劳烦那个救援人员了。这个活我们自己干吧，人家去每天出去救援也挺辛苦了，就不折腾他们了。现在是夜里的11点，我们到了固安，距离涿州南的高速口我们还有26公里。现在我们下车之后，闻着这个空气里面都是这种潮湿的，然后发霉的这种味道，就是然后空气也特别潮。我这个相机拿来之后，这个镜头马上就上一层水雾，空气极度的潮湿。然后现在已经临近这个涿州南的高速口了，这附近的小货车就比较多了，都是往这边运送物资的，对吧？全国各地的哪儿都有，然后都是等待下高速的。我们那个货车呢，因为他一个人开车，司机比较累，然后他在滦州，在滦县，在那边休息了一会儿。我们估计要到明天早上才能下高速，明天早上才能去卸车了。现在是12:05，然后我们刚刚到了这个志愿者给我们发的这个位置。是一个幼儿园，这个幼儿园也是，救援的这个人员所居住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路过，停了好多车，也住了好多人。我觉得，就是肯定是没有太多地方了，也怕打扰到别人。我们两个就在车里，就在这个车里对付一宿算了，就不过去了。然后这个路面上已经能看到水了。然后刚才有工作人员对接我们了，要把拖鞋先卸了。这拖鞋还是不够用。他们着急用，就先卸了。就在等着脱鞋了。已经12:30了，太不容易了。他们一宿都不睡觉，就是管理着这边。门口全是救援人的车。刚才我在那屋里，看见那个山东救援队的队员，属实拖鞋都坏的不行，光脚在走。对，确实不容易。咱们这个拖鞋，说实话还是比较很及时，是吧？那门都开不开？这是辽宁的冒配给送过来的物资，咱就后备箱去，因为那个实在是装不下，所以把这个没事，搁吧，这个箱子就都给反开了。哎呦，太感谢你们了！这男的女的，大号小号都有啊。行，好嘞。我们因为把那个人家都买通了，就有的。天哪！哎呦，我就特别好奇的是，您怎么知道看到我这个信息的呀？我是在一个拖鞋群里面。我们当地有一个群呐。对。然后早上我们正要去采购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从那问你一下，我说你们有什么需要的，我说在路上我买的。对，直接装袋吧。我都没想到说这个信息会发到你们那么远的地方。要不我们今天也是准备过来的。啊、哦，真没事，太没想到，太好了。我们呢也得感谢咱们涿州人民呢，就是说我们是做饲料的，涿州这边养牛户用我们饲料公司，然后支持我们。都听到这个消息了，他的牛现在还在泡着呢。哎呦，那牛羊的泡了，可是哪儿那个不少了，那个再拉回去一趟，再送出来吧。再来一趟，到这边来，一定要拉回去再冲了吧，来。感谢你这点是吧，太感谢了。今天早晨那个救援队那个人他说你能给我找点冲动鞋吗，我们有100多人。我们也是找了好几个地方，是吧？没有人家有这么多，应该找我们也是都把超市买空了。是都没口，真是把超市买空了。